球迷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在星期天的下午一起来到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欣赏精彩的中华职棒赛事，也为台钢雄鹰加油。还记得去年十月，台钢雄鹰就在这边，在嘉义市立棒球场以3连胜的好表现，勇夺中华职棒2023年二军的总冠军。所以嘉义市立棒球场对于台钢雄鹰队史来说，承载了相当多热情的回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记得嘉义，我们相同热爱嘉义这一块土地，所以今年2024年中华职棒35年台钢雄鹰升上一军赛场上的第一年，球员经过淬炼还有成长，台钢雄鹰将以更完整的阵容、更高昂的斗志还有表现，要回馈给我们现场所有嘉义的球迷朋友们。那在这边也向我们各位球迷朋友们预告一下，台钢雄鹰在今年下半季一共安排了5场的主场例行赛，会在嘉义市立棒球场进行，邀请我们现场各位球迷朋友们可以上那个 CPBL 的官网来查看一下我们下半季的赛事，一起踊跃的来到嘉义市立棒球场为台钢雄鹰加油，更为我们中华职棒所有的选手们加油哦！今天来到现场有相当多的贵宾，因为今天是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中华职棒35年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要邀请现场各位球迷朋友们，当我介绍到今天与会的贵宾的时候，邀请大家可以给我们贵宾一个热情的掌声。我们也邀请贵宾介绍到您的名字，欢迎您转身向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挥挥手。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位贵宾是我们嘉义市政府的副市长林瑞彦副市长，掌声欢迎副市长。谢谢我们林副市长今天百忙之中来到嘉义市立棒球场。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台钢雄鹰棒球队王炯芬董事长，谢谢我们王炯芬董事长今天一样来到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台钢雄鹰棒球队的领队刘东阳领队，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统一 7-11 师队领队苏泰安领队，欢迎苏领队今天一起来到嘉义市立棒球场。好的，那今天一开始呢，一开赛在开赛之前一样要来邀请到我们桂田文创 WeStars 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掌声送给 WeStars。你们总共几位啊？5位。啊，其他都是这里，刚好都在这边。对，2个在这里。对啊，那你们可以帮我移。不如一别叹息，我陪你来练习。WinStar for WinStar right now, you can call my name. 困难挫折说什么 ？Come on, 有自信就对了。飞到天际飘云朵 ，You're right, WinStar 是我。
爱你一定要在 hand in hand 不分开 come on 抬杠雄鹰 fly to high open your eyes 趁现在站在台湾雄鹰气势澎湃多向胜利才够 high I'm in let's go You better follow me to be the wing star 把我的热情活力布置在你身体不如意别叹息我陪你来练习 wing star for wing star right now You can call my name Come on, 有自信就对了飞到天际飘云朵 You're right, we star 是我 We stars 美丽四射看一眼就爱上我 Let's do it Hey, come on, just do it right now 让自己不再平凡勇敢蜕变飞翔到天边把梦想实现当成为目光焦点闪亮耀眼我擦干泪水微笑看从前 I'm in热情的舞步永远都不变在节奏之间我坚定信念热情的舞步永远都不变好的让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送给 WinStars 谢谢他们带来相当精彩的开场演出谢谢好的那今天因为是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今年中华职棒35年的首战所以在今天赛前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隆重的来介绍今天两队的教练团选手以及两队的先发名单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今天担任客场球队统一师 7-11 师的教练团以及非先发选手们进场介绍今天统一 7-11 的先发打序第一棒左外野手林嘉伟第二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三棒右外野手林安可第四棒是今天担任指定打击的苏志杰第五棒是今天的三垒手潘杰凯第六棒二垒手陈崇平第七棒是今天的一垒手林义泉第八棒是今天担任先发捕手的林黛安现在林黛安选手目前在牛棚做最后的热身准备第九棒是今天的游击手陈胜平今天担任先发投手的是布雷克那最后为各位介绍我们统一7-11的总教练林月平总教练好了接下来要邀请各位球迷朋友将目光转向一垒侧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台钢雄鹰的教练团以及非先发选手进场台钢雄鹰壮志雄心台钢雄鹰壮志雄心嘟嘎嘟嘛嘎嘛沙嘟嘎嘎嘟嘛嘎嘛沙嘟嘎嘎嘟嘛嘎嘛沙先发打序第一棒游击手背号一号曾子佑第二棒是今天的中外野手背号三号陈文杰第三棒是今天的左外野手背号九号王伯荣第四棒是今天担任指定打击背号94号 Steven Moya 魔音
三八二垒手背号67号吴念婷。第六棒是今天的先发一垒手背号71号杜佳明。第七棒是今天的右外野手背号88号蓝怡伦。是今天的先发捕手背号31号吴明宏。吴明宏选手目前也在牛棚队做最后的热身准备。今天的第九棒是先发三垒手背号59号郭富林。今天担任台钢雄鹰的先发投手是背号66号陈柏青。最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钢雄鹰的总教练诸葛洪忠，洪一中总教练。那接下来要进行今天赛前的唱国歌仪式，我们麻烦两队的教练团以及选手面向中外野方向，也邀请各位球迷朋友们，请先起立。请脱帽唱国歌。请副帽，请坐下。我们邀请两队教练团以及选手，我们今天嘉义所在呢，我们麻烦到场中央来进行一张合影的照片。我们邀请各位贵宾来一起来到场中央，留下一张嘉义首战难得珍贵的画面。好，我们邀请副市长，还有我们郭教育处长郭天才，欢迎处长。邀请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参与今天嘉义首战的各位贵宾朋友和两队的教练团以及选手，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画面，象征着嘉义市立棒球场今年的首战已经即将要正式的展开。好，我们邀请各位贵宾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镜头。我们一起比一个赞，嘉义是最赞。好，我们一起再一次的举起右手，一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镜头。好的，我们后面还有一位摄影大哥，我们麻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评审不好意思，还有一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一位媒体朋友需要画面，不好意思。好，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正前方还有一位摄影大哥需要画面。好，我们一样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大哥的镜头。好的 ，OK， 谢谢，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两队的教练团，谢谢两队的选手，谢谢今天与会的所有贵宾朋友。好，我们副市长麻烦稍微请留步。好，我们副市长麻烦可以稍先留步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嘉义市立棒球场首战的开球仪式哦。好，我们今天担任我们开球投手的呢，
就是我们嘉义市的副市长林瑞燕副市长。啊，今天要担任我们开球捕手的，就是我们嘉义出身非常杰出的选手，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吴明宏选手。明宏也是嘉义本地出身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哦。好的，副市长这边准备好了吧？那我这边邀请全场球迷朋友一起倒数三二一，就邀请您将球投出。全场一起倒数三二一，请投出。好球！谢谢我们副市长为嘉义开出第一颗好球。我们也邀请明宏还有副市长以及我们吉祥物，再一次留下一张珍贵的画面。来，我们看一下前方正前方的媒体镜头。OK， 好的，还有媒体朋友需要画面吗？都好了，好的，热情掌声送给我们林瑞燕副市长。感谢副市长今天百忙之中来到嘉义市立棒球场为台钢球迷拍出第一颗好球，谢谢。感谢今天到我们嘉义市立棒球场与会的各位贵宾，感谢市政府的所有贵宾，感谢我们各级的民意代表一起来到嘉义市立棒球场欣赏今天精彩的赛事。